歌呢是叫《朗朗伤口》，然后当初在写这首歌的时候，是希望那个伤口虽然就是常常被大家提起，但大家不要觉得太难过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犯错的时候，但如果对方有没有看着你的伤口就一直说，你就是一直犯那个错啊，你是不是当初怎么样怎么样，不要担心，因为其实你已经进化了，所以那些伤口对你来说都不是伤口了。所以我这时候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写这首歌是在提醒自己，就是犯过的错误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的成长过程。对，那希望大家就是会喜欢这首歌，在我的 YouTube 上面都可以听到。对，那哇，今天其实唱的歌我觉得都是偏比较热血沸腾的。我其实问题少女里面的专辑六首歌里面还有一首非常非常热血的歌，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喜欢，是跟美秀集团的修齐一起写的一首歌，叫做 Hold on don't let go， 送给大家。当你感到寂寞，有时会不知所措，请相信自我， Hold on don't let go。台北来的温泉大门，回家小心，拜拜。